系不动如山，定系只可以不动如山？啊啊！脱苦海外用镇痛贴，针对顽固痛楚，一贴脱苦海，大正西药。置业咁大件事，揾帮手，28号先帮到你，集合全港西中大楼盘。一 click 开个 app， 楼盘靓相、价钱、面积、尺价同最近成交价，通通轻松睇到，即刻 download 28号啫。买楼中告一 click 就有。WeLend AI 大额贷款新组合，入不过申请大额现金流，但延长还款期。大额贷款新组合 ，AI 运用大数据自动帮你安排好，成功批核可享。高达8000蚊现金奖 ，WeLend 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想拥有健康体魄，要从肠道开始。美国康瑞诺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有助增强免疫力，康瑞诺益生菌时刻呵护你的肠道健康，全新女性益生菌配方，万宁独家销售，康瑞诺全球益生菌销售 No.1。 以前头发太薄，不够飘逸，跳舞效果不好，现在我不同晒，维特健宁维生乌丝素，由内至外注入营养，激活发丝，击退头发五大问题，令我的头发又多又强人，跳舞更自信，发丝维生倍添信心，维特健宁维生乌丝素系列。大家好，到了六合彩的时间了。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由我蔡国威和大家主持第21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有2790万，由于上一期的头奖只有5元一票获中，所以有累积多保奖金634万，而投注总额的15%亦即是4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今晚的两位鉴场嘉宾，他们分别有李国麟教授 SBS 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安图生活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冯嘉琪律师。欢迎两位，一起了解一下受惠机构。安图生会成立在1963年，以关怀子女培育社群为宗旨，提倡活用绘本故事推广阅读文化，是本港创意故事演绎及游戏的先行者。该会致力创新活用故事培育正向心灵和多元金灵共融，支援和为基层儿童和新移民家庭开展全人发展服务，透过提供故事资源和专业培训、亲子沟通活动等等，协助儿童与社会接轨。该会以丹麦著名童话故事家命名，特显服务不分种族、国界和宗教。详情可以留意该会的网页或者是致电23388904查询。好了，今期六合彩即将会举行了，大家电视机荧光幕那里都会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哈之商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即刻可以开始第21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
今晚第一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3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3。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8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8。第三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6号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6。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2号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2。第五个搞出嚟嘅号码系39号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9。第六个搞出嚟嘅号码系34号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4。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2號、23號、28號、34號、39號、46號，而特別號碼係44號噶。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如果中獎10蚊住公佈獎金係超過500萬嘅，請你致電1817向馬會登記，而登記時間直接到聽日下晝5點。咁使用互動投注服務嘅客户係無需要登記噶。我哋再一次唔該曬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啦，多謝曬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